研究30年了哈，我特别想您再给他定个性，就抛开原来那些有什么，只是这个，国耻啊，或者是有人说觉得废墟啊，对吧？以您30年，如果给他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段话，让更年轻的小伙伴觉得不能不去，不得不去，一定要去，您觉得是用哪个关键词来描述它呢？圆明园的建筑艺术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建筑的一个集大成者。它是总结了中国古代园林的建筑的这些成就，然后在它这里造出来的。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啊，集大成为圆明园。我们当时圆明园是那么好，那么多国家仿圆明园，当时出了18世纪初关出现了中国热，是吧？中国热随着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一些文化就传过去了，然后开始的这些人吧就觉得，哎呀，中国的很多东西在这瓷器上的画了啊，是这个有的小花园什么的啊，说我也来仿造这个吧。结果有的皇帝就下指令，哎，某一个建筑师，你给我做一个跟中国一样的花园吧。就做完了以后，一看大家觉得特别好笑，又根本不像，因为他从瓷器上抄下来的，那不像话。那么后来传教士就写了很多信，给家里。那么家里呢，就觉得哎呀，这圆明园太重要了，能不能派传教士搜集资料回来？就这传教士搜集了那木刻版的圆明园40景，结果搜集回去以后，法国人出了一本书，这本书呢有10册，这10册当中有一册是圆明园，还有一册是南浔盛典。这个这书的名字叫《新潮园林详述》。就是说当时他认为是最新潮的园林，最时髦的园林，哎，出了这本书，那么这画儿就拿过去了。最后就说法国很多地方仿中国，然后欧洲其他国家也很多地方仿，我们历史上确实当时是领先的，人家觉得我们这园林做得很好，然后能够万园之园，能够特别漂亮，是吧？有这么高的评价。但是我们现在国人确实是知道的太少了，我觉得好好研究这段历史，通过这个当代的艺术复原这个圆明园的这个 VR 感应现实数字显示好几个啊，就这几种东西，让我们展示出历史上的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，能够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。你给了我一个新的启发，当然我这个启发是建立在所谓的虚拟技术极大进步的情况下，我们也不用建实体新园了。当混合增强技术或者就是虚拟技术吧，发展到了我走到大水法之前，然后此时下午1点钟我看到的已经是现在的这个历史遗存的样子，然后5分钟之后突然影像就变了，通过各种声光电的技术，虚拟增强技术，我看到的是当初它的盛景，甚至还在不断变换啊，乾隆时期怎么样，道光时期怎么样，嘉庆时期怎么样，对，然后5分钟之后它又恢复到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对它在历史和现实中不断让游客来穿梭，哇，那种感觉。对，当然它寄托于希望这个科学技术的进步，但是很难说现在科技爆炸，对不对？没准20年之后我就可以实现我们说的这个事情，也许都不用那么久，也许都不用那么 久。我们也一直在跟踪，就是因为您刚才说这个，其实我们的内容是准备好了，就差这个硬件设施、硬件技术，对，硬件技术。像我们之前也尝试过 Google 眼镜，然后包括 HoloLens 等等，现在最新的这个增强现实的这些东西和混合现实，我们都在尝试。对，郭教授，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。今年您81岁，对吧？您100岁的时候，这个技术就实现了。那我希望，对吧？您亲眼看到这个，我相信一定可以。